揾我啊，林大哥，我谂住你一个人有危险，所以我跟住你。你咁讲法，我咪要多谢你，放失失咁，好嘅，又系你自己讲嘅，自己拣咗呢条路，有咩结果预咗噶啦。 大哥，系咪有啲咩误会啊？嗰班人逼得你好紧啊！唔系我啊，我冇啊，大哥，我喺 CCTV 嗰度睇到你，冇可能，你一定睇错。系喎，我一下唔记得你有视频干扰器，所以咧喺 CCTV 睇到嘅都系黑画面，系咪啊？ 我電腦咧加密咗噶啦，每一份檔案都會 individual set 咗密碼。咁你哋都破解到，咁即係證明你哋部署咗好耐啦。大哥，我咩都唔知噶。點解出賣我？你應該知嘅啩。大哥，我爭人情身債，如果冇錢還，我死梗噶。 你而家唔使死咯，但你知唔知我哋有兄弟为你填命？对唔住，名单里边有两个系你徒弟，点解你咁狠噶？佢哋同我讲，我攞到名单之后，搵佢哋做嘢。 冇话佢会杀佢哋噶，佢哋，佢哋系边个啊？我讲得噶，你一日唔帮我拉晒呢班友，你就一日都俾佢威胁住，你只会越嚟越多痛佢喺佢手里。系，大哥，我真系唔知点做好啊！两条路，一系就帮我夹手夹脚拉晒呢班友，一系就跟我翻差。 好瞓啊！多谢晒。哇，等咗咁耐都系冇点到。今日我点都要等到可乐出现。点解我哋唔等到人计？咁我知，你上次话咗捉佢，搞到差啲俾人停职。上次喺货仓外面，我都见到佢噶啦。上次？哇，嗰坛嘢又有佢份啊？咁到底呢个可乐捞紧几多烦嘢？捉到佢咪攋佢咪知咯。哦。 都唔知系等到几时啊！你咪即系翻去瞓啫，系翻去瞓啦。唔得，我虽然系懒啫，但我唔会咁衰仔掉低你嘅，我会喺度陪住你。啊，得啦，呢啲说话你留翻同袁莹讲得噶啦吓。喂，我买饮啊，唔好瞓啊。Yes sir。 包裹啊！大佬，喂喂。
喂 ，Kenny， 可乐哥，希望你会中意我哋只新产品紫水晶，出面未有得卖噶，俾啲你哋试下先。嗯。佢話呢隻嘢咧就好鬼勁，玩少少就夠啊！如果唔係 high 到發癲啊，睇住嚟試啊！你哋，只瞓覺，我落啊！你可以走了。点啊，高 Sir， 哈大做咗三个仲留紧医，验血报告未出。不过急症室医生话咧，未见过人哈完嘢可以失控成咁。头先嗰个咧，啱啱嗰个，咩都唔肯讲。不过已经将咧喺佢哋 K 房揾到啲紫色粉末攞咗入大院。报告一出即刻通知我。收到。